了呀。知道堵车就该早点走。对啊。哎，麻烦一下各位小姐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钟了呢？没带表。知道。哎呀，这位短发的美女，你看看嘛，帮帮忙嘛。哎呀，帮她看一下吧。没带表。哎呦。哎呀，反应真慢。笑笑你的头发。哎呦，还是低调点，低调点。这是我刚买的假发，怎么样？漂亮吗？姐姐们喜欢的吗？对不对？什么？哎呀，你已经买了？当然了，好赚啊！记得以前见你的时候还是小姑娘呢。徐叔什么意思呀？说我老了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是你已经长成大人了。嗯，这些都是你的战友吗？对，这些都是我的战友们。徐叔叔，你好。哎呀，现在的女兵都可以留长发了吗？哎呀，那个徐叔都什么年代了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情人岛度假村的巡总。巡总好。赶快请，赶快请，您进吧。哎呀，养眼，真是养眼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真是对不起，都是我告诉他一定要自己拿自己的行李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先生。哎，不不不，坐。来，不不不不不，先生，不不不，不用客气，一点心意去帮我们把推车推过来就行了啊。好，谢谢先生。什么时候能够不那么粗鲁？行李。是啊，他不该碰我的行李。那以后我注意一下。没有以后。小心点。对，对不起。开始进吧。朝向最好的房间，怎么都是二楼呢？来来，我们分一下吧。你们两个的，我的，快看快看，有什么好稀罕的？一看就是运动员，我们队里多的去了。哎，衣服穿的都一样，哪个队的呀？哎哎哎，姑娘们啊，帅哥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
咱们赶紧回屋安顿好，去游泳。就是他们什么队呀、啊？怎么高矮胖瘦全都有呢？应该不是一个队的，田赛和竞赛的运动员就是这样。而且我看他们好像里面应该有练搏击的。哎，管他呢！我怎么觉得他们像当兵的呢？不可能啦，这当兵的怎么可能还戴鼻环？你看。干什么你、啊？你干嘛？你干什么干什么？动手打女人啊！兄弟们！各位各位，既然到了店里，就都是我们的客人啊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别发火，别发火，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别发火，别发火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啊！谁让你们这样？谁让你们欺负女孩子的？道歉，道歉，对不起。谁让他推我了？对不起就完了？就是啊，道歉有什么？各位美丽的姑娘，你们消消气啊！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，我本人呢是他们的教练啊，我向你们道歉。这样吧，一点心意。谁要你的臭钱？对不起，我道歉，真的是对不起。算了吧，既然他们都已经道歉，就算了。好了，姑娘们，不要让这种不愉快的小插曲影响我们的心情，走了。就是膝盖可有点痛，也不知道他们包里装了些什么东西，是不是健身器材？见过有人把健身器材放在挎包里吗？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受惊扰了。这些人素质太差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，到我们这儿来做适应性训练，这不要踢亚青赛了吗？哪个队的呀？好像是叫什么海马俱乐部的，我也没听说过，反正交钱就行了。你们请吧，我就不送你们到房间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您请麻烦了。就是练家子，而且受过严格的格斗训练。会不会是警察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不管他是什么老大，不能打扰我们的计划。盯住他们。